养恶意心诺布大法王佛诞展神威，天月五彩祥云起，佛降甘露成宝柱。本文转载自台湾历报1990年5月4日专题，图文胡建元，图为养恶大法王中红衣长法者于铁蛇年佛诞日，在云集的高僧们现场观礼下，请佛降真经甘露法柱的历史性珍贵镜头。显密总持养恶意息诺布之法号，全世界的佛教徒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尤其是大法王请佛降甘露之盛事，更是震惊全球，成为佛教徒崇拜之巨圣皈依之根本。而云高大师是在全世界佛教大会上被评选为全世界唯一的正宗佛教显密圆通大师。日前，这两位大德在位于洛杉矶阿凯迪亚杭廷顿大道的万豪度假别墅酒店 Marriott Residence Inn 相会，露出了传承的谜底，传出了圣婴佳话。显密总持养恶意息诺布大法王佛诞日，用普通的响铜钵请佛降下甘露于钵中，堆积成上大下小的法柱，高约2英尺，同时五彩舍利亦随甘露在空中飞舞，降在法柱上。原来在继去年修甘露法会并降下五彩舍利后，显密总持大法王养恶意息诺布于今年4月初8佛诞日云集高僧们现场观礼，亲自为加持国泰民安、众生吉祥，再度主持修法，请佛陀降下真经甘露和200多颗五彩舍利。与以前所修请佛陀降下甘露不同的是，这次求甘露不是用法王的传承法钵，而是用普通的响铜钵，并且是起开钵盖而修的，可见法王的道量实在太高深了。法会开始后，只见高僧们面对法钵，口中持诵《金刚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等，众僧们眼睛注视在铜钵上，也有偶尔观看虚空者。养恶大法王坐在法台上修法，2个小时过去了，什么镜像也没有，钵中照常空空无一，大家的念咒声也小了下来。刚到2小时21分钟的时候，突然听到空中一声雷鸣，梵音天月五彩祥云顿起，从祥云中出现了不同的光芒，如流星形状一般不断降下，盘旋法钵四周，最终全部进入钵中。高僧们各自见到不同的现象，或为雪花状，或如毫光状的物体，或五光状的线条，从天空中降下在法钵中，很快堆积起来，不到20秒钟，形成一个法柱，下小上大，高约2英尺左右。同时，五彩舍利亦随甘露在空中飞舞，降在甘露法柱上。最神奇的是，钵外一点也没有掉下甘露，只有2颗舍利降在钵外。但法会结束后，这2颗舍利也神化飞走。有很多高僧都看到佛陀手持宝瓶于法钵中请到甘露和舍利，很多菩萨围绕着佛陀转动，各个身体非常高大，空中传来梵音旋耳，在场各个得到很大加持，身体清安无比。最后只听大法王一声咒出，法柱在10秒钟内便化为一体，法王发愿将此甘露加持人非人等一切众生，突然一体放出万道毫光，顷刻之间甘露消失，只剩下1%，舍利也只留下9颗。法王把甘露添上咱八面，加持在场僧众，还将求下甘露的铜钵加持给在场一位法师。